我一直认为我是走那个偶像的路线的。怎么用出来？怎么变喜剧演员？我刚刚在忙，突然我的经纪人一直传赖，这个动作都会带音跑啊！画个一给一短一短一短，我拢到底是假？你下面什么？柯震东找你是不是？宋云虎？傻小子！来，到底是帮什么？他们。是不是受惊了？是偶像哎、欸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用直播 cue 到偶像，我很紧张。你们两个陪他聊一下，怎么了？我只是刚刚就是 cue 说很想跟你聊天这样，没想到你就出现。那个背景感觉只能在新闻上看到，就是没看到，真的，一模一样的背景。等一下我还没跟下面的认识，我的左下角是。Oh.他是何浩晨，也是一位演员。你好，浩晨，你好。我代表是谁？男生的话是柯震东，女生的话是宋芸桦。大哥，就是刚刚你经纪人说 Q 你要来的。抱歉，原来你是柯震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叔叔不要这样子，叔叔。为什么？叔叔为什么要跟我道歉？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柯震东哦，林北没有在看电视哦，对不起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干嘛跟我道歉？我是属于那种啊，生意人啊，business 那一种。business 丢丢丢。我刚才在脸书啊，在 FB 啊，直播啊，在霸那个政府啊，烂透了，整天你啊，在那边一直确诊还隔离。北患南送，不还得，整天不想办法，赶快处理疫苗。林北刚在那边狂骂嘞，他们这个后备医护啊，后备医护团啊，他们开始分发到医院，叔叔会关门罢书，哦，叔叔会捐200套的那个防护衣加那个护目镜。刚聊完什么？所以你们想要问啥问题？没有，我们想了解你啊，因为都只有在新闻上看到你。是我都在电影里面看到你们吧，在电视看你们吧。没有，我们很少出现。我们三个在走下坡。我最近才看，在研究喜剧，我真的觉得你的喜剧节奏真的是喜剧。我一直认为我是走那个嘞偶像的路线的。经纪人帮我申请那个什么粉丝团，什么蓝勾勾，什么用出来，什么变喜剧演员，跟我自己想不一样嘞，真的很烦嘞。林北 K 姐到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改回来，还有那个海外的粉丝来 IG 呢问我呢，叔叔你好哦，我是你的粉丝哦。啊！我看你是喜剧演员，请问哪里可以找到你的作品？林年，麻烦你们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们都很有知名度，还是麻烦一下。现在台湾真的疫情很严重，所以跟你们的粉丝，因为你们粉丝很多，跟你们的粉丝稍微宣导一下，就是多体谅我们的医务人员。我能吸收的粉丝就是这样而已，我没有办法到你们那种，可能有那种迷妹哇，柯震东好帅哦。你可能会吸到那种迷妹哦，那种我就吸不到，我都是那种玉女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刚刚有没有想蹭热度蹭我大概7000-8000人，你蹭一个3.3万，一堆留言说什么叔叔走了粉丝狂叫，拜托10000内才是我们几个人的实力好吗？这个2万非常不合理的事情，我们这是4个走下坡的人怎么样？